个家，一个中心的，替老百姓完事儿呗，管理全国的大事啊，做一些国家公务的，各种的部长啊什么的 ，discuss national problem。海南那边吧，国务院就在北京啊，就天安门附近吧，中南海，附近。我会想的，对，会，我相信的肯定会有，当然会，肯定会，必然的结果。毕竟是我们政府的一个，对吧？信息的一个发布的平台。可能之前的话，一般都是听一些新闻联播，现在就感觉更加的快捷了。国家的政策，我们更及时的去了解吧，距离就拉近了许多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我想想，这六届跟这个国家的政策。具体的民生的问题吧，环境啊、教育、医疗卫生啊这块，总理。怎么替老百姓着想？我是搞经济的，就看经济方面的多一些。对于创业方面的一些政策，国家各个相关部门发布的一些数据。数据，如果能够直接在那办事儿的话，那最好。或者说可以有些互动方面的东西吧。你好，李总理。你好。我长大的梦想也是想当个总理。总理辛苦。总理辛苦了。总理辛苦了。费心了。继续支持创业人士，继续支持农民的发展，注意身体，加油。